用一利他兑一斤清水稀释，均匀的喷洒在兰花的叶片上，接下来你的兰花就轻松多了。每个月给它喷一次，能预防兰花在夏季长黑斑、炭疽、锈斑、焦尖、叶斑等等。如果已经出现，那就每隔五天喷洒一次，连续三四次之后，叶片干干净净、绿油油的。因为在基地里养的兰花长势旺盛，叶片干干净净、绿油油，就是用了这个方法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定期给家里面的兰花喷一喷，也能让你的兰花长出这种效果。而且呢，它是通用的，不管是长斑的茶花、桂花、月季、绣球等所有植物都可以用它喷一喷，预防以上问题，长出来的叶片叶子都是绿油油的了，就像打了蜡一样。用的就是这个千百计好清闲。